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tty 家里。一面实习的猫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要玩这个 Unfair Mario。然后上次，好啦，大家应该都接上一次吧。上次这个惨痛的经验，就是一个很悲剧的悲剧收场的。后面没东西吧？好啦，反正就是第六关嘛，第六关对吧、啊？就是第六关结尾的时候就突然挂掉这样。啊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们就已经破到第七关了，那就从第七关开始玩吧。不要问我第六关是怎么破的，我可不想再破一次了。好啦，好，那就开始玩第七关嘛，希望不要再像之前一样北蓝了，不然我，好啦，那就是好吧，这个常见的，好吧，去躺平地了。每次平地都会带来这种，这真的是考人家记忆力啊！只是靠哪一个会掉，哪一个不会掉，只能这样子一直过啊！那还是一直跳，一直跳可能会比较好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哦，一直跳可能会比较好。啊，好，反正就是过来，然后是要这样子上去嘛。啊，不行，这跳不上去吧？他只是负责挡人的，他只负责挡人的而已吧。哦，好，上来。我开始觉得我当初真的是跟干嘛这样子折磨自己呢？干嘛每次实况这种烂游戏，然后这样子摧毁自己的信心？这没意义啊！这个玩这游戏完全就是，我不知道做这种游戏人是脑子在想什么，是给我们一种震撼教育还是怎样的？哦，我都不知道现在该怎么样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要想到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跳。第一个不能跳，是第二个应该可以跳才对。可是后面那三个真的是，屁了！等下，我刚没有碰到，对不对？我刚根本没有碰到，然后就突然知道，哎，这个平等一下好不好？那你这样子，哎，这个这，好嘛，早点跳嘛，奇怪，哦，每次被上面就吓到，只是啊。哦，真不能离他太近，不然来吧，跳过去啊，然后这样子嘛，然后再这样子干，好了，开始吧。哦，我现在干嘛了啦？然后嘞？你是要我不要过记录点的意思吗？该不会真的那么狠吧？然后就死了？哦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啊！
啊啊！开始。啊啊！啊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啊，上面那个猫是什么？算了。哦，好 ，What the hell？啊，这个东西比较猛的了，哎，快要，整个快崩溃了，哈哈，好了，啊，啊，不行，这样死亡率会大增。虽然这个好了 ，checkpoint 已经过了，好了，这个，可以，不，我。3、2、1，开始！哦，好了好了，刚那什么情况啦？啊、哦，整个啊、哦，好了，这个不，哇，不行，好了好了啊，好了，过了，啊、哦，这简直是，哈哈，好恐怖哦！什么情况啊？这个好了，这结果，这。哦，好，气死了！第七关嘞，拜托，这我才刚玩呢，你知道现在已经过多久了吗？现在过超久的啊！哇、哦！啊！吐气！呜、哦！啊！我在想啊，要不要玩下一关？啊，第八关啦，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玩七八关啦，然后下一集玩第九和第十关好了。Run！ 啊，不念了啊。哎、欸，这个真怪怪的。好啦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往上嘛，然后嘞，是不是又要被鬼追到？不是啊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。那 ，so what？ 啊，就要考记忆了。不要跟我说这一整集就要这样被他追着打，不好吧？完全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只是一味的跑而已，然后呢？而且这里面真的是吵死了，超吵的啦！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啊？啊！哦哦，跑，过去！我！啊、哦，好啦，现在已经有点晚了，然后啊，手有够酸的，然后对啊，那今天的啊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好了啦。可是感觉现在好像就是一直剪片剪下来，应该只有没几分钟而已。好啦，那今天实况就要这边结束了，然后。哦，然后明天再开始吧。哦，好了。哦，现在是隔天了。然后，对了，现在心情已经经过那个一番沉淀之后，已经比较好了。然后呢，对，又要被他给搞差了。哦，反正就大概知道他是怎么这一关是怎么玩的了。对啊，因为之前又玩了好几次，然后大概知道他怎么破了。你看这边一定会死掉的，可是这，对啊，就是尽量躲过一些可能的东西了。然后这边可以穿过，然后这 bug 哎，这墙都过不去，很奇怪。反正大概就知道要怎么过了，所以应该第八关应该很快就可以过了吧？因为之前已经好几度看到那个就是终点的旗杆了，所以嘞，好了，过去之后呢，要跳过这个，然后呢？再赶紧跳过去，然后这边，然后这，对，赶紧跳过去，然后呢，这边会有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呢，再赶紧过去，再赶紧过去，过去。
边我一直跳不过去哎，我试过好几次，好了，其实才两次啊，那边真的跳不过去吧？等一下，那边跳过去吗？还是要助跑，然后就这样一直跳过去？我不知道，反正这关应该可以很顺利的过了。对，应该是啦。反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就跳过很多次，哦，他每次都卡住，每次都快被追上了，好恐怖，然后嘞，不行啊，过不去啊，好，现在要静下心来了。Calm down yourself. Calm down yourself. 现在要就是，对啊，反正这只是游戏嘛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对不对？现在已经看开了一切了，所以应该就比较不会死掉了啦，应该啦。不行，这样，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是要跳过这个了，烦死了！然后这个地方要等，对，等这个音乐比较遥控的时候，然后就赶快跳过去，时间都算好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过去？等下，这个地方更……应该要稳点跳的，是吗？还是之后，还是后面又有一个？不会吧？这有点难超难过的。So sad. 这隐藏真的是，不，这根本不符合那个，不科学啊！这个针根本悬空是怎样？完全就是冲着我而来的啊！天哪！又来到这个地方，晚一点跳快这样，过了，这是这，我操，是要怎样过啊？等一下，这个不合理吧？等一下，这实在是，是要怎么过啊？等一下，这有点，等一下再回，我试试看。他说是从后面跳。就是跳过后面那个旗杆的样，跳过去，屁啊！不是啊，等下，那他这关完全过不了吧？完全过不了啊！等一下，不然是怎样？这个不然嘞？实在是，等一下，这个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已经第九关了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知道我刚刚就是好几次都过关，然后又被那个鬼给吃到，然后不知道这次也是被吃到，可是就过关。
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好了，那反正今天就玩七八关了。哦，是怎样啊？哦，这个真的是，现在不知道是怎样了。好了，那下一集我们玩第九和第十关好了。然后我看一下命剩多少了。好了，948个死亡，那我们尽量在那个十个，虽然应该不可能啦，就是不要破1000就好了。对，绝对不可能的。像这次应该就好几次死亡，这是死亡几次啊？待会来算算看好了。好啦，那好啦，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，那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